8月23日，唐鹤德在某社交平台晒出与张国荣的旧照，并配文昔日圣诞。照片中二人依偎坐在圣诞树下，露出笑容。对此有网友留言，希望唐先生余生安好，想念哥哥。据悉16年17年圣诞节，唐鹤德都曾晒照悼念张国荣，网友看到纷纷感叹，并留言称张国荣先生和唐先生的感情没话说，不过唐先生向来低调，荣民们都尽量不去打扰哦。张国荣先生圣诞快乐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